十年前，席卷三界的封神大战改变了一切。妖狐受诛，速斩！诛杀九尾，即可拯救苍生。我跟他们说，我不是狐妖。当年我在九尾体内看到的就是他，我要弄清他是谁。可怜你身在局中，看不清真相。那从今往后，我们到底该信什么？我一天要找到阿福，那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走啊！你会像个普通孩子一样，有朋友，有家，有一个真正疼你的阿福。你一直是我羡慕的那个英雄，这次换我了。姜子牙，谢谢你们。小九，也是我们孤主人。这就是天道吗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。